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， 欢迎回来饥饿龙啊！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飞龙探险，飞龙在天。那么呢，先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今天呢，不是今天，上一集啊，上一集老头玩的那一集呢，很遗憾的记录档不小心不见了，因为呢，老头要做模拟器跟这个手机的切换的同时，不小心啊，储存错误了，所以说档案被覆盖了。于是呢，老头又稍微把进度补一补，反正才刚开始而已嘛，所以说其实没有很严重啦。只是跟各位讲，只是呢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？因为我要炫耀一下啊，因为老头呢，因为重玩的关系啊，奖励就是那个新手教学给的那个龙蛋呢啊，我们抽到了一只传说级的这只飞碟啊，抽到阿里巴特斯，哈哈哈，好爽啊！啊，这是传说吗？还是这个才是传说？这个好像才是传说，是不是？那我是抽传奇还是传说？反正不知道啦，反正这个是比我这只啊，这只马儿攻击力还要高就是啦。啊，就是你也知道的，嗯，欧洲人就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啦，炫耀完了，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玩一下我们这一支疯狂史奈斯。那么呢，后面的话会有这个花火，然后还会有这个龙阁下，哦，还有什么双重龙阁？好，这个名字都很特别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好，我们直接开始了。我们今天应该是可以把这两个点给解锁吧？啊，把它解一解好了，不然的话感觉占空间。这什么东西？下一次合作任务开放时间，为什么会有合作任务啊？与其他玩家合作任务目标有贡献的玩家会获得奖励。哎呦，这个我没有玩过哎，合作任务是干嘛的、啊？不管了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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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这边要设定一下键盘。哎，不用，设定好了。哦耶，哦，这样就好多了。上一集的操控不是很方便啊，这次就好多了。我们现在选择往右边走看看，来往右边走。哎呦，立马升级，要有一个 R， 有一个 R。等一下，这可以吃吗？哎呦，终于可以吃了。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反正我可以吃的，就是可以吃的，把它吃掉了。要 End 龙才可以撞破，太好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应该是 S 不是 M 吧？啊，简称 SN， 没办法，啊、有马儿。那、我把马叼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马整个四肢僵硬的被我吃掉了。等一下，我的毒是会让人僵硬是不是？会使物体僵硬吗？会使生物僵硬吗？然后开始喷火了。嘟嘟嘟嘟嘟，烧死你们！呀，哇，这边直线就是爽。而且啊，老头后来发现呢、啊，这个游戏还有什么锦标赛，觉得蛮酷的。锦标赛，老头刚刚私底下有玩了一下，我真的觉得锦标赛还不错啊。时间一定的时间内呢，达到了名次，结算之后会给奖励啊，会送一些可能会。可能是那种隐藏的那种 skin 之类的吧，我也不知道他那个 skin 是不是隐藏版本的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锦标赛过了，然后得到排名，然后排名有在某一些这个奖励内的话，就会获得啊，就会获得。那我也不知道啦，反正就是到时候等排名嘛啊。然后之后，如果你挑战第一次之后结束之后想要，哦呦，这只来了。哦，那时候在玩锦标赛的时候遇到这一只。哦，他好像都会在这里。我们要用冲撞的方式做攻击，不能被他回到。你看，就像这么痛，我快死了，我真的快不行了，各位，哥快不行。这次到底要撞几次啊 ？No， 炸裂！我不想这么早死啊！直接炸裂了，敢笑死人了。怎么可以这么好笑啊？啊，我一个箱子都没打开过，干，我想哭哦。啊，没关系，就要解锁一个哇，新服装哎，生物危害，所以啊，啊，顺便跟各位讲一下那个锦标赛啊，
如果你第一次过完了，然后后来想要，应该说第一次玩完之后想要再过第二次哈，你们可以再继续挑战，但是呢需要耗一个紫宝石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想要耗，想要拿到免费的入场场次的话，需要等时间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英雄事件组合包，更棒的蛋，150块，不要，林北不氪金啊？怎样？刚刚下面的那只巨人啊，啊，其实是打得赢的啊，只是我自己手残，然后又没体力，就这样去了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好、啊，这边可以直接撞破。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直接撞破？世外桃源。哇，这个地方我们上不去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是飞龙吗？想飞哪就飞哪、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好，这可以直接撞破了。有，有，再来，再来啊 ！U， 哥布林，哥布林都在这里啊、哦！哇，谁啊？谁撞我啊？刚是有自爆兵冲过来撞我、欸，哎，别跑，别跑！哎、欸，辣椒。哎、欸，辣椒怎么不见了？我蛮要吃哎、欸，还是他自己会吃？啊，下面写哥布林城有没有？去死吧！哥布林就……哎呦，好险，差点撞到！哥布林就该死，通通都成为我的粮食！哇，我吃到一只猪了，一个猪给我们这个紫宝石啊，才一颗而已，可不可以给多一点啊？拜托！哇，又开始奔腾啦！哦，这是飞船怎么那么大只啊？超大型飞船呢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有 ，no！ 瞬间秒杀啦！我们这次撑久一点啦、啊，不要再挂了。可是那个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难度比饥饿杀还难呢、欸。我是跟你讲真的啊！哎、欸，兔子别走，好吃的兔兔，他怎么可以吃兔兔？不。等我有火焰的时候再找你。我看到观众有留言啦、啊、他说这个游戏玩到后面的难度比饥饿杀还难。好，其实我觉得我前期就感受到了，感觉就是比你要氪金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氪金你就过不了啊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林北就不氪金，除非啦，除非他出需要氪金才会出现的龙，这我可能就考虑一下，或者是怎么讲？或者是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拍影片的话吧，我就会氪金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像是可能要收集那只龙，要收集到一些东西，那些东西很花时间啊、哦，那很花时间，我觉得就时间成本考量吧，我可能就会稍微花点金钱去获得那一只，不然基本上可以轻松获得了，我就不会氪金。哇塞！神风特工自爆兵，难怪我刚刚怎么那么痛，原来是被他炸的啊！啊，所以说啊，基本上不氪金，就这么简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是什么？嗨，飞船大哥，算了，撞不掉，快让我奔腾一下啊！奔腾125，就差那么一点点了。你不会那么小气吧？这么一点也不给我？哦，有了。去死吧！去了有没有？好，这一把撞破。哦哦，钱钱钱！我爱钱钱钱，我爱钱钱钱，给我钱钱钱，怎么都是钱，这里全部都是哥，不哥哥不理。哎呦，不要碰那个，炸一下就去了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几万？分数也太少了吧？玩这么久，结果也才25000哦，要怎么赚大分数啊？去打大只的。大致的生物吗？我上次怎么赚到10几万的、啊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赚到的、欸，还挺莫名的。上次那个分数我不会赚，我被诅咒了。What's happening？ 不要乱诅咒我啊！靠，我要死你 ！Oh God， 受痛了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杀出程咬金，杀出程咬金 ！No。No， 给我食物，给我食物！妈巫婆嘞，去死吧！
大爆死！没关系，6万多块那个算什么？我们有龙蛋可以抽，抽一下。哎呦，金币加5，然后要你花这个东西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游戏到后面全部都是要花宝石。好，我认了，没关系。啊，先来孵化啊！孵化呢要5个，要6个小时耶。Yeah! 所以说嘛，我想要等 PS4 就是这个原因。你看，什么都要等啊，立即获得，我不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可不可以把这个进度条练满，我们来解锁这一只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打一场好了，这一场最后一场。烧啊！哎呀！愤怒吧！青蛙瀑布，青蛙瀑布有什么？我们在青蛙瀑布有什么？而且这些身上的道具啊，都要氪金才可以拿到强一点的东西耶，实在是很母汤。那电话亭，奇怪，这个世代里面居然有电话亭，这个是异世界吗？那等一下会不会有超人出现，去电话亭里面变装？啊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超人是变装都还要去电话亭啊？还是都不用了啊？就直接一个超人姿态现身。以前我记得都还要找个什么电话亭之类的啊，看来现在好像是不用的样子吧？啊，没什么在看，所以说不知道啊，抱歉。哎呀呀，哇，渔船，哎，这个鱼是金色的，可恶，录不到。啊，右下角写什么哥布林还是什么来着的？重点是我们冲刺下不去啊！算了，没有什么体力，刚开始穷的跟什么一样，什么都没有，慢慢强迫体能吧，只能这个样子。哎，这里上不去。你看，我现在才17000而已，你的62000怎么来的 ？Oh my god！这分数根本没办法赚得到啊，是可以啦，但是要非常的谨慎啊，是吧？哎，我又升级了，真不知道这个满等到底几等啊！啊，我生气啦，一路碾到底，哦耶，舒服，吃吃吃，哦哦哦，好吃好吃，嗯，啊，我被打到头了。失去控制，他那个会专门打我的头，你只要去咬他，就会烤你的头。哇，我们又到巫婆的地带了，巫婆去死吧，巫婆嘞！我在想说，要不要再挑战一下那一个，再挑战一次，撞，好像要撞头才可以啊，撞，我也没撞到 ，Oh my god！不要回到我，会死人。撞第一次，撞没有，撞第二次，我们看撞几次可以把他打死。哎，不行，我快没有血了。撞第三次，啊，扣血 ，no， 我被瘫软啦，大爆死，好啦。差不多了，我们这个没办法满，没关系，私底下再把它弄满，然后解锁这一只。哦，我们把这个史奈斯升到最高等，就可以解锁这只火花。哦，我们需要用 N 来解开隔壁房啊，就只能用这一只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边都是属于 N 的，棘龙、烈焰啊，烈焰超级酷。哎呀，不能先看 skin 欸，有点可惜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看啊！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把影片分享出去，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观看啊！下面的留言呢，也可以告诉我说你最喜欢用什么龙，又或者是说你觉得啊老头要怎么玩会比较好啊？老头都会吸收你们的建议的，感谢各位收看啊！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